边城无日不风沙，百草黄云万里奢，夜夜城头听碧荔，吹残龙水又梅花。这是明代大学者李莲描写边城宁武的一首诗。在作者笔下，雄浑苍凉的宁武关，终年风沙，万里黄云，角声连天。宁武关作为万里长城区域的重要关口之一，位于三晋大地北部的宁武县境内。这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塞北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也是数千年来中原王朝和游牧部落征战的前沿阵地。在漫长的岁月中，烽火连天的战争似乎成了这片土地的宿命，刀光剑影，金戈铁马，也构成了宁武县独特而浓郁的历史底色。角声已远，边城犹在。当连天的烽火和战争的厮杀一同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一座城市在数千年文化洗礼中雕刻而成的边塞风情，更显得韵味悠长。先生这段京韵大鼓演唱的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与山西总兵官周玉吉在宁武关的生死决战。这场战争的胜败直接决定了大明王朝改朝换代的历史命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宁武关之战。宁武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唐朝。唐朝末年，在此设置宁武军。由于此地常受战乱之苦，人民向往和平，取宁武二字为名，同时表达人民期盼宁战西武的美好愿望。王树森是一级创作员，多年研究宁武县的历史，是宁武县志的主编，并创作了许多关于宁武的历史文学作品。王树森出生在宁武县城的头百户街，从小在这里长大，街上的一砖一瓦，宁武的前世今生他都了然于胸。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条街呢，就叫头百户街。早在明朝的景泰到弘治年间，这个街名就有了。最初呢，它就是守御千户所，是驻军的。街道的中间是石头铺的，街道的两侧有青石铺的水槽，就是送水槽，从这个西边往东边送水。这还是大门子，还是这样子啊、哦？还是找老爷。明成化二年，即公元1466年，经历了1449年土木堡之变屈辱的大明王朝，为抵御侵犯，在此设置宁武关，并设有守御千户所、驻军守戍。户所分10条街道，每条街分住着100户军旅人家。街道依次命名为头百户、200户，直至100户。每个百户还有个官儿的，哦，那个头儿就叫百户了。管这个千户所的，那个头儿叫千户8组。清雍正三年，即公元1725年，始设宁武府和宁武县，
这是宁武作为县级行政建制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武县归属新县专区管辖，1958年划归晋北专属，1961年再次回到新县专属，即今天的新州市，至今。在1000多年的历史风云变幻中，宁武作为地名，它承载着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期盼，一直沿用至今。福宁乐是宁武县文物馆馆长。关于宁武县的历史文物、古建筑的统计、搜集和整理工作，都是由他亲自带领完成的。宁武这个历史上因为战争频繁，所以也给宁武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几乎我们馆藏文物现在是这个在兵器方面的有50余件。对于这研究长城的防护体系，研究当时的兵器，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明正统14年，公元1449年，漠北蒙古瓦剌部大举进犯，明英宗朱祁镇亲率文武立足和精锐部队出战，由于指挥失误，在位于居庸关至大同一线长城内侧的土木堡，明军大败。从此蒙古开始不断侵扰中原。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宁武作为重要防御重镇，开始修建宁武关。以重兵筑此，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老，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也。宁武关位于芦芽山和云中山交汇的谷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宁武关东连雁门关，西接偏头关，地处三关中路，具有重要战略作用。关城采用长山蛇式布局，首尾呼应，既满足了军事防御的需要，又契合了四周的险要地势。今天的宁武关保存最完好的，就是位于人民大街的宁武关鼓楼。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叫明代宁武关城的鼓楼。这个鼓楼建于明成化初年，已经见证了宁武关500多年的风云和沧桑。所以说，整个这个鼓楼它主要是关城的管理和这个防备边患的一个军情的侦察，和瞭望。城因关而兴，正是由于宁武关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宁武城才有了后面的发展和繁荣。事实上，不仅宁武关有着举足轻重的军事地位，宁武关以南的宁化是宁武境内历史上另一个重要的军事重镇。宁化古城坐落在宁武县西南的化北屯乡宁化村，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通往中原的一条要道，而被历代兵家所争。隋炀帝在此修建汾阳宫，设楼烦郡，唐延隋制，宋朝改为宁化郡，有宁化宋城之说，有人称之为全国最小的宋城。到了明朝，宁化城迎来鼎盛时期，设巡检司，建守御千户所。咱们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宁化古城的南卫城。宁化古城呢，在历史上呢是先有宁化，后有宁武。这个基石呢，
它这个基石的厚度呢是12厘米，是典型的宋代的基石。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呢，这是明代的基石，这呢是15厘米，这就是典型的两个代的比较。如今的宁化古城已稍显陈旧，残缺的城墙，怒目的石狮，古老的庙宇，早就长点怪地了，是吧？为重现古城昔日的光辉，福宁乐馆长受命承担起宁化古城的修建保护工作。咱们宁化古城的拐地庙是宁武县最大的拐地庙，顶部呢它是雪山顶，尤其那个柱头上那个螺头，四个柱子上四个螺头，这是典型的元代的东西。在宁化古城的泰山庙中，福宁乐馆长发现一块明代碑文，他用纸墨将碑文拓下，搜集整理，这对于他统计整理当地文物及保护有很大帮助。他这个碑呢，就是详细记载了以宁化五部十所，交这个银两和这个粮油豆，对着考证这个宁化有了这个证据。那个是一对石狮，是吧？这个是个碑座。这个碑座的话呢，将来还得恢复到那个原位。这个标了好了吗？标了好了不？这个东西从哪来的？咱们还放到这个原处。对于这个古建呢和这个古石刻呢，你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哈。行。明嘉靖19年，公元1540年，宁化所隶属于宁武关。3年后，至三关镇守总兵官，驻守宁武。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亲率大军直逼京城的重要屏障宁武，与山西总兵官周玉吉在宁武关决战。在农民军前仆后继的攻击下，关城不断坍塌，周玉吉妻子也在周母命令下登高射杀义军。尽管宁武关地势险要，周玉吉终因兵力太过悬殊而落败，献身宁武。自宁武关之战后，大同、宣化、居庸关三处守军皆不战而降，自此明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明武关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盛与灭亡，一段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往事与一个个铁血英雄的慷慨悲歌，数百年来依然为世人所传唱。宁武县地处山西省西北黄土高原东部，南依吕梁山，西临管岑山，向东与五台山遥相呼应，万山环绕，沟谷纵横，平均海拔2000米。宁武县中部隆起的分水岭将县城一分为二，北部是桑干河的发源地辉河，最终流向永定河，属于海河流域。南部是汾河发源地，属于黄河流域。分水岭将宁武县分成南北两个截然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北部辉河流域属于浅水区，沿岸多黄土丘陵；南部汾河流域雨水丰沛，森林密布，水文条件好。丑，早起个丑嘞！说是这个时间就是有时候雪地方。郭建荣是芦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多年来一直从事当地野生禽类动物褐马鸡的保护工作。呀，这一块钓鱼，像个木壳的，差不多是公河。芦芽山位于分水岭南部汾河流域，
今天，郭建荣正带领工作人员在芦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野生褐马鸡的踪迹。哎，是一个猫啊！也至少这是有一对存在的，有活动的话，说明这一带肯定是有大的一个族群。十月份以后，这个褐马鸡就开始集大群活动，最多它可以到冬季的话，集到4到50只以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在野外通过步上一定红外自拍机，统计它这个族群的数量和动态。到第二年的5、6月份，我们把这个鸡子收回来以后，进行这个详细的统计。褐马鸡是我国独有的珍稀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与国宝大熊猫齐名，也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皮书濒危物种之一。褐马鸡在国际上有东方宝石的美誉，1984年被定为山西省省鸟。宁武县的连绵群山中生长着约533平方千米以云杉、华北落叶松、油松为主的原始次生林，这里是褐马鸡的最佳栖息地。目前除宁武所在的山西管岑山林区外，今河北西北部、陕西黄龙山和北京东陵山等少数地区生活着褐马鸡。然而褐马鸡的珍贵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稀少，自古褐马鸡就受到帝王将相的青睐。在古代，它是坚韧、勇敢、善斗的象征。《秦经》中记载：“褐，翼鸟也，翼不知死。”曹植在《和赋》中写：“和之为禽，猛气，其斗终无胜负，栖于必死。”说的就是褐马鸡一旦开始进入战斗，必然是不死不休，可见它的坚韧与勇猛。20世纪初，在震惊中外的敦煌遗书大发现中，久已失传的《和官子》古卷重见天日。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和官子，楚人，居深山，以和为官，故取和官子为号。和官又名武官。也正因这一特性，从战国赵武灵王时，历代帝王都用褐马鸡的羽毛来装饰武将的头盔，激励将士勇往直前。在郭建荣及工作人员近40年的保护统计工作中，截止到2017年，保护区内褐马鸡数量由1700余只增长至2900余只，且数量保持稳定。褐马鸡勇武的精神，如同这片土地独有的性格，激励着一代代宁武人。果敢的宁武人也素来以决死的勇气守卫着自己的要塞雄关。宁武作为两条河流的发源地，被誉为是钟灵毓秀的宝地。历史上汾源被誉为山西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汾河是山西最大的河流，也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被山西人视为母亲河。《山海经》中记载：“管岑之山，汾水出焉。”宁武管岑山麓的雷鸣四泉被视为汾河的正源。雷鸣四泉，因泉水从龙口喷薄而出，若雷鸣之声得名。夏凉冬温，长流不息。百亩汾源湖清澈见底，波光粼粼。来此观光的游客都会争相打一杯汾源水，品尝这圣洁的汾源甘泉。
台上正在排练的是北路梆子宁武官。声乐赏罚部唱念作答。年近八旬的老艺人严金马一丝不苟地指导着演员，只要这些年轻的演员需要，他总是不辞辛劳，悉心传授自己积淀了几十年的技艺。因为在他的心里，北路梆子戏的发展与传承始终是最重要的。由战争往事改编的宁武官，以其悲壮的历史成为北路梆子戏的经典曲目。频繁的战争成为古城宁武难忘的历史记忆，辈出的英雄也成为这座城市永恒的铭记，他们一起构成北路梆子戏创作的丰富源泉。北路梆子是山西的四大梆子之一，其代表作有《宁武官》《血手印》《平城赋》等。如今宁武剧团每年下乡演出达到150多场，走遍了宁武的山山水水。北路啊是在咱们晋北地区，它的晋北只有咱们行走地区和粤北地区，最早是从蒲剧穿车演变过来的，同时呢它又吸取了清腔还有当地的一些地方方言的一些特色，唱腔过门当中他走的那个音符有时候这个乐器伴奏走的比较滑俏。北路梆子虽不是发源于宁武，却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呼呼呼呼不打北路梆子高亢激越，酣畅淋漓，稳健粗犷，同时又结合当地的民歌小调，形成咳咳腔自成一体的唱法，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06年5月20日，北路梆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于北路梆子，老艺人有这样的说法：生在蒲州，长在新州，红火在东西两口，老死在宁武朔州。不少北路梆子的艺人步入老年后，把宁武朔州作为自己的归宿。严金马至今仍然记得学习梆子戏的曲折经历。我来了剧团以后啊，自己就苦学苦练，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还得跑圆场，船上学着跑，就船上那个这么和尚学的，哒哒就跑啊，满身臭水，保板吃错要是拍不对、唱不对、哼不对，他还打你了。谁料刚学了1年多，师傅九岁红就离开了剧团。好在不久之后，宁武剧团请到了被称为西北马连良、山西梆子虚声泰斗十二红的刘宝山。团里安排严金马照顾刘宝山的起居生活，这无疑给严金马创造了学艺良机。严金马一边照顾刘宝山，一边偷偷学他的表演。后来随着刘宝山来了，刘宝山来了以后，我给让了过门徒弟，人家在前台表演，站起来坐下，我在二毛后台，我就偷看偷摸的看，看一下这个咋表演了。非这么讲的话呢，学艺不投运。自此，严金马在艺术上突飞猛进，仅仅1年半的时间，他就以小十二红的名号红遍了整个宁武县。1978年，宁武剧团精心排演的宁武官参加新州地区汇演，荣获1等奖。严金马在剧中饰演主角周玉吉，他
他的精彩表演深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你看我五三年就来这个地方学艺啊，你看到现在我也不离。就在宁武县管岑山深处，坐落着一座神秘的古村落，村庄背倚峭壁，面临深渊，村中房屋依崖就势，高低错落，远远望去如同悬挂在崖边的楼阁。这里就是令人惊叹的文化沟村，也被称为悬空村。水库这个始建于何年何月，这个没有记载，谁建造的，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说不清楚。外地人到那个地方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躲避仇家的追杀，一种是躲避战乱迁徙到那个地方。由于山腰空间狭窄，这里的房屋后部坐落在崖石上，前半部则悬空而建。从山缝中伸出横竖的几个木桩，把村子整个支起，看似危险，实则坚固。无论是空间布局还是建筑设计，都显示着当地居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生活在这里的村民，除了自己种的菜、养殖的家禽，山上的野菜和银盘蘑菇也是他们餐桌上的常见美味。这些外人看起来弥足珍贵的野味，对于当地居民却是家常便饭。当地淳朴的民风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王化沟村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慕名前来观光的游客逐渐多了起来。这座古老而宁静的村落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如果说悬空村的与世隔绝是为了躲避战争，那么更多的村落则无可避免地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宁武县，古村落的名字大多延续了过去的军事用名。专家认为，宁武县内的古村落可以说是编程宁武的军事活地图。从东寨坟园到宁化古城这20千米的岩坟河川，要经过三营两屯、一寨一关，这里每一个村民都刻上了战争的烙印。东寨镇的二马营村是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古村落。2017年，二马营村挂职的第一书记张志宏开始着手申报中国传统村落。过来看看你们，那平时就你一个人？就我一个。我看见您的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那也是。张志宏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古村落，为此他想尽一切办法收集整理村里历史古建的影像资料。闲暇之时，他还亲自带上相机捕捉村里古建最美的画面。原来这个村子最一开始的名字叫小红屯，最后到宋朝的时候改名叫二马营。二马营是宁武县现存历史文物古迹最多的村庄。后来我就发现这些也符合这个申办条件，后来经过我们村里面的集体努力，后来就开始是申报。二马营是宋代宁化军屯马之地，为应对北方少数民族寇边侵犯，在此设置二马营部，此后还设置了多处用于防御的军事建筑堡子。由于地处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随着商贸业的发展，这里逐渐成为繁华的集市，定居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二马营村。不同于一般的村落，二马营村的四个角落分别建有四个楼阁，
相传这是根据五行所建。村口的魁星阁古朴庄严，乃是清朝的建筑，村内的广庆寺乃是明清建筑，保存完好。如今逢年过节，村民都会在这里举行民间活动。2019年6月，二马营村成功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一村一社是一代代人生活的延续，一砖一瓦是一段段历史的凝结，一个个古村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更是民风民俗的传承。这些古村落共同承载起宁武这座边关名城的文化乡愁和战争记忆。那么万宁冰洞呢，它呢是一座石灰岩溶洞，大家呢在其他溶洞中见到的是石钟乳。2018年，万年冰洞世界奇观高层论坛在宁武县举办。关于宁武县万年冰洞形成的时间及原因，各界专家进行了激烈讨论。宁武县的万年冰洞位于宁武县岑山乡麻地沟村。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专家考察认定，冰洞形成于新生代第四纪冰川期，距今约300万年，是目前世界上在已知中纬度高山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形态最美的古冰洞。然而，让地质学家不解的是，本地的气候条件构不成结冰的环境，洞外松林遮蔽，而洞内的冰洞却四季不化，越往深处结冰越厚，越是夏季炎热气候，洞内温度越低。而这些神秘的现象至今仍是一个巨大谜团。特殊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景观使宁武县形成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了更多的游客。2016年，当地政府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将产业发展从农业、煤炭为主导，转向农旅结合，发展生态旅游。同时，各村落也依托芦芽山、管岑山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出特色各异的乡村旅游。69岁的任桂莲是宁武县高桥洼村人。自从当地开发了芦芽山旅游项目，任桂莲就在自己家开启了农家乐。这几年这个旅游开发的不错的，人家这个生活变化也就上去，咱们这个老百姓就是可以做这个庄稼。再的做这个便宜的了，就那个演出回来过去的不能，游客回到咱们家，咱们就有收入了，是不是还多些啊？在任桂莲的带领下，当地村民也纷纷办起了农家乐，依托旅游经营起自己的生活。历史上的宁武城相传为凤凰所变，城北的护城墩犹如引吭高歌的凤首，浑阔的城池宛如风姿威仪的凤身，蜿蜒东西的城堡恰似迎风而舞的双翅，南城的迎勋楼酷似华丽的凤尾，傲视四方的鼓楼堪称凤凰的心脏，因此宁武又被称为凤凰城。岁月荏苒，凤凰涅槃，如今宁武这只凤凰迎来新生，展翅高飞。如今宁武县一方面挖掘传统的关塞文化，另一方面开发自然生态旅游。宁武关、宁化古城、汾河园、万年冰洞、悬空村等一系列景区犹如凤凰的两翼，
共同托起这座凤凰古城的旅游蓝天。明武因战争而成建，因和平而成兴，风物流转见沧桑，星移斗转山河存，千里汾河从这里启程，一路滋润着三晋百姓，蜿蜒起伏的分水岭诉说着这里民族的交融与文化的碰撞，庄严的宁武关上演着一幕幕悲壮战歌，慷慨激昂的北路梆子在这里经久回荡，神奇造化的万年冰冻隐藏着自然的神秘密码，古老的村落犹如一个个跃动的音符，浅吟低唱着岁月的变迁。宁武，一座古老的边关之城，在一次次边地征战与文化融合中，不断改写着华夏地理和文明的双重版图。如今，这座古城日渐显露出历尽沧桑的厚重，与浴火重生的从容。